我跟你讲哈、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嘉宾，他在年轻人当中那是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的。那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就别跟他争了，你真争不了。哪位？有请比比周笔畅。感慨明天总会来，生命没有彩排，我也不是小孩，相信依赖，眼里和心碎也不能让我的心里失去期待，才看到的未来。那些人却人还如此迫不及待，散去又回来，有某个角落可以置身事外，逃开现在。如果我放弃，该怎样去面对那些真挚的爱？谁拥有那未来？爱我的人相信我，我一直在努力改变所有失败。山指引着高崖，伤口需要滚烫，生命需要成长，痛要平常，命运去碰撞才会懂，坚持是不是对的方向，错过的不要想。就像干花的香，就像杯底的糖，沉淀了思想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也许你的幸福地址不详，要明白被爱并不是一种奖赏，而是种力量，要用它去发光。
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，记住我们本山快乐营的口号：本山快乐营，快乐赢天下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明天9:30，请您准时收看本山快乐营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不见不散，再见。